过来了，这下不是游过来了，是走过来了。怎么啦？我说那个弟弟走过来了。啊，那个挺帅的。怎么啦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我不是说啊，我刚刚游的是蛙泳还是自由泳？你刚刚游的是自由泳，手臂滑到位的，我滑到位的。谁教你的？我自己学自学的。游慢一点，自由泳不要游那么快，自由泳的话你要游慢一点。蝶泳的，蝶泳的，挺可爱的。不要随便拍别人，好，知道了。没怎么样，你们玩呀。还有13分钟就要那个了。就这个弟弟。你也会吗？像一个青蛙，好搞笑呀！家人们，这个地方太吵了，不好意思。就是说，今天就是分享一下日程。今天好漂亮，没有吧？今天的话是因为，人就是有其他就是新来我们就是这边的，然后有很多小伙伴，然后一起玩，那些姐姐都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我也不怎么会打扮，我就化了个淡妆了。对，就像你们说的一样，就是平时要多涂一点这种有颜色的，但是这个弟弟玩得太嗨了。这个真的长得很帅，这个小孩儿。没有吧，真的呀，扎马尾呀。好多人呀，这后面的人更多，有健身的。我觉得天气很冷，我就没有，他叫我游我就不游，因为我觉得是冬游嘛，我就觉得很冷。然后他的话他是觉得，他说我不游的话他就叫我来等他，他叫我陪他等他。所以我也很秒，我刚刚打开抖音，很多阿姨就叫我开播，好，我说都没有想到开播，因为这儿太吵了，就想着和大家聊聊日常，就让你们分享一下，因为刚才更吵，刚才我想的是让大家看一下日常。加油！哇塞，安好厉害！
还有多少圈？还有一圈。什么？还有一圈。你拉倒吧。真的。还有起码七圈，我给你算着的，我一直都记得。你不想逛街啦？你多锻炼呀，你的身体第一。我逛不逛街都是其次，我逛不逛街不是必需品。我看一下你跟他们聊啥。没聊啥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这么多人呀！今天他跟你们聊啥呢？你说你是个帅哥。今天刚刚吃醋没有？刚刚有个小男孩，他过来抱我。吃什么醋呀？他跟你们说他吃醋没有？咱们直播间们。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对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真的这样起来。行吧，行吧。你还有多少圈？我还有，快了快了。今天好漂亮，哇，漂亮呀。我也觉得今天她化了一个美美的妆，她等着我陪她去逛街呢。这个小孩疯呀疯的。等一下，没有，不敢。什么？你还有多少圈？这样，我再游一圈，我就陪你去逛街了。哇，现在这么多人，1.8万人，马上2万个人了。欢迎咱们六圈，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！你还有六圈，我们在游泳呢。六圈，我还一圈，我再游一圈，两圈。啊，两圈。行，那我给他们说一声。来呀！那这个样子，咱们直播间们。我再游两圈，今天叫我游两圈，就陪他去逛街了哈。那我就再游两圈，就陪他去逛街，你们说好不好？然后本来是不直播的，这儿太吵了，家人们。对对对，太吵了。哎，那下面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日常。那咱们去逛街开不开直播？你们说，我们是开着直播去逛街，还是说，就关着直播去逛街？你们说开，咱们就开。游。那我要不就赶紧去游了，游了就陪你去逛逛街。好吧，哎呀，你都干嘛？那我去游吧。啊，我跟你死的。他们说开，他们说开，他们就。你是这个样子一圈还是来回一圈？来回一圈。好，快一点，我跟你数的。太想你们了，就那样。哎呀，就是很久没开直播了，都没有怎么玩抖音了，但是我们也是在好好生活。刚刚就是家人们说很想我们，我就在这儿，哎呀，他游泳我太无聊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他，等着他。菊花不行，菊花来了吗？不行，你游到天亮。我看见菊花了，他在我们直播间，他说不行，叫你游到天亮。表姐在直播间啊！表姐来了，我看着她的评论了。表姐在吗？她说不行，游到天亮。游到天亮嘛？游到天亮干嘛？叫你游泳，游到天亮。那可不行，我游到天亮。人家队友马上关门了，我游到天亮。开呀、啊！你们说开，那咱们待会儿逛街就开直播哈，我们就开着直播去逛街，好不好？真要开呀、啊！我这个开直播这儿那么吵的。没事没事。刚才看见菊花送礼物了呀，真的呀！菊花，你别送了吧，你打工都让他游到天亮，你要弄死他。他在这儿，看到有水里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，水里面这个，水里面这个就是他，还不出来。这不适合，这个地方不适合直播，因为太吵了，真的很吵，很吵，我都很突然的。然后我想的是，哎呀，吵，我觉得不开的话，很多阿姨都等了我们好久呀，还不如就是说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日常。菊花来了，是的，三四号他来了，有证明他的身体素质行不行？你在说什么呀，菊花？
青蛙肯定想来了。嗯，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啊！我们这几天都没有发作品，也没直播，就是在好好生活，就没有怎么去更新。确实没有拍，就是他也没记录我，但是我们也是在好好生活的。然后谢谢家人们的关心，然后大家节日快乐，因为他也很难得放一次假嘛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外面玩了。不怕听到你的声音好听，就是确实噪音很大啊，就是说让大家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快去牵牵手吧。